哈喽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台中新闻台的新闻主播邱于山，也是登记参选台中市北区北屯区立委补选的邱于山。大家好，支持卢秀燕建设大台中，票投邱于山，财富有靠山。无党籍台中市北区北屯区立法委员补选的候选人邱于山，2019年1月30日上午9点，带着大批支持者的期望，打扮成全能超女的造型，邱于山在大家的见证下顺利抽中千王一号，并喊出一马当先台中致富的口号。抽到千王一号时，全场士气沸腾。邱于山将秉持他要永续服务乡亲的精神，表示振兴观光、致富都市、改变创新是他的三大竞选主轴。第一，争取开放陆客，振兴观光产业。第二，重新改进一例一休，争取基层劳工福利，劳工赚大钱。第三，修正年金制度，争取军工教福利。无党籍立法委员候选人邱于山强调，他支持卢秀燕建设大台中，请台中市的乡亲好友们将选票投邱于山，咱们的财富才会有靠山。邱于山竞选总部2019年1月13日早上10点将举行揭幕茶会，地点是在台中市北屯区文心路四段824号昌平路口，现场备有特色小吃点心，敬邀台中市的乡亲好友们再度支持莅临，力挺邱于山。记者邹志忠报道。